2022年也是悄悄的过去了，在这一年当中呢，也是诞生了非常多的优质免费军事载具模组。今儿呢也是挑选了几款优质的来给他做一个年度总结盘点。所以说本期视频的模组都是万里挑一，精品中的精品，大家不要错过了。最近呢点赞量确实有点低了哈，但是小冉并不想放弃，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。那第一款必须是盒子空战威龙免费版，为数不多的偏写实风格的军事载具模组，驾驶室的细节呢也没有阉割，也有简单的还原出来。免费的模组，但是堪比付费模组的品质。驾驶上去可以发现，一共是有两样武器，并且的话还有非常多的 UI 系统。驾驶起来可以发现，画面呢非常的流畅，一点都不卡顿，并且的话后面还有尾焰进行喷出，更加的还原了。而且各式各样的飞行动作，我们都可以在我的世界里面实现，并且还有多种视角可以选择，比如说这个专属瞄准的投弹模式啊，可以用雪球炮以及是导弹。导弹呢可以锁定，锁定之后呢就可以跟踪发射，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跟踪导弹，击中之后呢也会产生一个爆炸，以及是燃烧效果非常的不错呀。那如果这款模组满分是5分，屏幕前的你能够打多少分呢？那第二款年度免费军事载具模组呢，鹰击歼击车，也同样是一个写实风格的载具，通体呢呈黑色，但是一些细节依然是没有阉割。免费的军事载具模组呢真的是非常的少啊，可谓是吊足了军迷的胃口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迎接更多的免费军事载具模组吧。后视镜包括是发射炮弹的地方，还有后面的备胎一样都没有阉割。驾驶上去呢也会有一个专属的瞄准 UI， 一共是有3个技能的，但是这3个技能都是啊差不多的，只是呢3个技能的发射音效有所不同，除此之外呢都是产生一个燃烧爆炸效果。虽然感觉呢这款模组非常适用来拆迁爆破之类的，还算凑合吧，只能说呢中规中矩。由于呢啊军事载具模组本来就非常的少，免费的呢更是少之又少，能够做成这样子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，确实非常的良心。但是呢也有缺点哈，就是技能过于单调，这里肯定有杠精要说了，有本事你去做啊，虽然的话只是实话实说，作为一个玩家的角度来说，确实3个技能一样，你们不觉得很单调吗？但虽然并没有说这款模组不好哈，既然能够出现在小冉的年度盘点当中，说明还是有一定的质量的。那接下来的年度军事载具呢，飞行训练机莫菲亚的模组嘛，确实是挺不错的哈，外观呢做得非常的精致，驾驶室的细节也是本期视频当中最精致的一个了，操纵的体验感也是非常的丝滑，并且呢还有多种视角提供我们选择。飞行的时候后面的尾焰也会进行喷出，真的是细节满满呀，并且的话坠机之后呢啊我们的脚架也会打开，在飞行的时候如果我们调整方向还会有一个视角晃动，非常的具有代入感，还可以完成非常多的高难度动作，比如说啊这个反着飞，只要驾驶技术好怎么飞都没有毛病，只要能够飞就行了。那下一款就是这款航空母舰，现在的话改造了。作为一款免费的模组来说呢，舰模无疑是非常精致的。这款模组呢，无论是当这个装饰品，还是用来运载小伙伴，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并且呢，甲板也是一个实体甲板，就证明着我们这个是一个实体航母。驾驶室的一些仪表仪器也有还原出来，还有非常多的位置供我们选择，非常适合联机和小伙伴一起玩耍。在联动之后呢，还可以进一步的增加可玩性，比如说啊，这边的导弹系统非常的厉害。今年呢，就出了这些非常优质的免费军事载具模组了。如果还有更多，欢迎大家补充。